开始训练，我会从40分钟开始起跳。天哪！对，你跳40分钟哎。然后最好是到比赛前，我们可以起到1个小时，是可以不停的。哦。不好啊。觉得这个也很有没有挑战？还有1分半。有没有挑战？哎，讲不出话来了。这么累。主持人。好累。讲话。好累。这个停下来就变重哎，为什么？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说你一定要维持在85到90，这个就是这个器材厉害的地方，他就是要求你一定要不许你就是尽量维持在80到90的裁判。你不要给我们这么厉害的机台啊，普通机台可以、啊。我爆汗了，我真的爆汗。OK 吗？可以。好。会累。好了，我听一下关键字好了。动作其实还可以啊。